这是我们的那个谷种都已经发芽了，今天就给它种上。妈妈，你在播谷种了呀？我今天买了个甲鱼，哎，正好加餐。你搞完了没？妈，你搞完我们就回去弄甲鱼吃啊。好啊。正好，你今天辛苦了，加个餐。那是的。好晒呀！妈，我先回去了，好晒呀！等下宝宝晒得坏了，好喽。那你快点来啊，走，弄好了就来。宝宝，我们回去啦。哎呀，妈妈，这个甲鱼还有皮要撕掉吗？不撕了，这草气很腥的。我还不知道嘞，你知道什么嘞？人家只知道吃呗。知道吃就好了呀，是不是？你问小胖知道不？他肯定也不知道。哼哼，今天我们的甲鱼怎么做？麻辣甲鱼。麻辣的。好的。我们家的湖南人就喜欢吃辣辣的。的。宝宝，你看你的脚板，赤脚，脏得要死，地上到处乱搞。他以后走路了，他就打着赤脚，到处跑的。裸奔，好吧，裸奔好不好？他最近又要长牙齿了，又流口水。我们等着吃甲鱼好不好？你去帮外婆做甲鱼好不好？他最喜欢去帮忙了，帮倒忙，很勤快的宝宝。长大了很勤快。很勤快，帮倒忙的啊。看我妈杀甲鱼越来越利索了，因为是吃多了，吃多了吗？还没开始吃就吃多了吗？随便了呗。这个甲鱼处理好之后，砍一下就只剩这么一点了，飞出去了，壳太硬。林大厨上线了啊！我炒的甲鱼可以吃了，不要脸！我妈在旁边说不要脸，不要脸！我是来试一下味道的，给你们尝一下有没有盐。今天这个甲鱼真的很好吃，好吃吗？好鲜！那赶紧开饭吧，可以起锅了。看着卖相还可以啊。小胖就问你想不想吃，赶紧的，我要吃饭。好，起锅。这个敷了有一会儿了，还要抓他外婆的碗，在里面抓抓抓，发脾气的，生气了，能骂的，不能敲桌子，知道吧？要是你能吃甲鱼肉，我就给你吃两块甲鱼，好不好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哇，完了！你把我锅底盘子吃完，快吧！造反吧你！今天这个甲鱼真的很好吃。可以，我已经吃完了。